我没伤到你吧？不是，你又骗我！冬月，对不起，当日在竹明驿，差点失手杀了你。我知道你对此事耿耿于怀，今日一见。 是特地还给你的。那万一我要是真刺死你了呢？若是真的刺死了我，那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你还记得我们初遇的时候吗？风前月下，冬青花开。短短几个月。 就像我们纠缠了半世一样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回到初始的时候，该有多好！风心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初遇你时羞涩的模样，舞剑的时候，英姿飒爽。 喜欢你生气时指着我大发脾气，喜欢你穿男装的英气，女装的美丽。怎么，还想问别的吗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你这个捉摸不定的人，每天都在不断的给我惊喜。